这一辆马自达3，水泥灰的颜色，这个颜色在官方那个宣传片特别漂亮，特别特别帅。而且像这个马3的话，要买的话必须得买2厢。那个 C 柱那个部分设计是它的一个亮点，反正我特别特别喜欢。这旁边还有一个起亚 Proceed， 这车路上面也经常看到。那个性能版的那个 Proceed， 一个列装车型，样子还挺好看的。再看一下它的尾部，7年质保的标签，这个车还有一个拖车钩嘞，很帅气啊。旁边是雪铁龙 C3， 再有一个老的 i08， 旁边那个 Yaris， 哎呀，这个小当红大直街啊，丰田的，这是一个驾校的车。你看车身上面的涂装，上面的那个标识特别醒目。雪铁龙初代的 C4 Cactus， 这个车保有量还蛮高的，路上面经常看到。另类到家的一款雪铁龙车，是那个最早用那个蒙皮的那个 Air Bump， 就是车门上面那个防擦的那个设计语言。又是一辆老 i08， 哦，这还有一辆 C4 了，哎 ，C3 哦，看错了 ，C3， 丰田当红榨汁机是个 Yaris， 还有 Cross Yaris， 后来他们又推出了卡罗拉 Cross， Yaris Cross 我已经经常看到了，保有量挺大的，但是这个卡罗拉 Cross 我还是在路上第一次看到，眼面前这一辆。两厢版、旅行版经常见，但是这个 Cross 版本是第一次看到。这个是这边的共享汽车，特殊的标识，还有停车牌。这还有3辆，现在有一辆被已经开走了。雪铁龙 C3， 又是一个就是共享汽车。嗯，这3辆，这3辆的话都没用。我当年刚来的时候就用了1年这个 Cambio。就是共享汽车，我当时用的这个车主要就是 C3， 还有个 Polo 嘛， C3 是主导的，他们家一直选 C3， 都行业客户，这是最新一代的，我当时还是上一代的。